我是 Fashion Boy， 我不会飞，可是我很会掀飞。Yo, what up, 大家好，我是 Fashion Boy。我是微微一笑，我是冰冰的微微。因为很多人讲他们想念你很久，没有看到你在我的 channel 上出现，所以我今天就特地把他邀请上来的吗？可是你没在我 channel 出现。其实我今天是来见证他开箱，因为每次他在开箱的时候，他都很话痨嘛，所以我今天呢就阿嘎阿嘎他，不要让他说太多话，然后让他说重点。啊，这个淘宝开箱有点不一样，因为今天我要开的东西是我从来没有开过的，就是首饰。但是因为我今天戴首饰的时候呢，里面就会讲，你讲过，里面是讲过是阿龙，因为我那些就很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会开箱很多首饰，然后这些首饰全部都是在淘宝上面，100人民币以下的东西。哇哦！哎，没有，基本上是50人民币以下，我只记得有一个东西是超过50块吧，也是80多块，忘记了。Right？ 那今天之所以会有 Vivian 在这边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整天对我的 accessory 有很多 comment 啊。因为你戴太多手链了，我没有，我只戴两，没有链就我搭配到 OK 啊。我是飞仙公，我搭配到 OK， 我是飞仙公子哎。所以今天这一集就稍微比较特别，我把它命名为欧巴或喇喇，一边会从女生的角度去评论评价，然后再点评说这个是属于欧巴款还是喇喇款。嗯 ，OK。这会不会被很多人打？不会，人帅权志龙吗？人中大龙不？Let's go。哦，这个还有铁箱哎 ，Oh my god！ 铁箱很好，而且呢，重点是还可以装首饰哎，首饰就会不见掉。开箱，我都忘记了我有买这个了。这个是现在you know Virgil 他弄的这个。这个是那种去 bank 的时候啊，挂在那边的，然后让人家排队了。大家要懂这个东西，在2018年已经成为了一个 statement。很粗会吗？我觉得这种这样的 statement 哦，如果你要穿的话啦，你整身的颜色一定要是暗色系的，你要亮色系也可以，最好哦，就是两个颜色搞定，因为你这个东西真的是太抢眼了。如果我的上衣是这个荧光色，然后配这个链，哎，可以啊，要么就是你 accessory， 要么就配你裤子或者你鞋子或者你袜子的颜色，让它整体有一种一气呵成的感觉。如果你皮肤是白的话呢，你就可以三个颜色；如果你皮肤不白的话，两个就好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Oh my God， 你觉得这个东西是欧巴还是喇喇？要看配穿，你要穿出来给我看先哦。如果你现在只穿配这个就，不，你要直接批这个东西是欧巴还是喇喇？我们在路上看的，我看他样子应该是喇喇的。他可以列为欧巴啦，因为他真的是有流行的元素在里面。Yes， 所以这个是欧巴还是喇喇？目前因为我看第一个而已嘛，所以我把它列为欧巴款先。如果接下来我看到有其他的更好的，有可能我就会把它降下来。没有降来加了。哇！这是什么？这是 sticker 哎，你看很情侣款的那一种。这是明年将会大热的一个颜色，而且青色今年很流行。明年流行，今年流行紫色。今年也是流行青色，牛油果。开始哦 ，hipster， 多年之后。这个很适合配一首歌，哒哒哒哒，什么歌？哒哒哒，那个是一个有一个雪茄的那个，有一个带一条金链，一个雪茄的一个 emoji， 然后有一个 effect。哦，那个 Snoop Dogg。它是一个非常 high fashion 的东西，但是很像那种我们去看 4D 的那个 movie 的时候啊，代言那个。哎，你适合哎 ！Oh my god！ 啊，他一定是要走那种衬衫啊、西装裤啊、阔裤啊，然后或者穿那种超宽松90年代的那种blazer。我给你看，我有。耶、yeah, ！你看整个款就出来了 ，Oh my god！ 这个根本就是韩国的 IG 的网红款，对，脚放下。你看，欧巴是哪啊？这个欧巴。欧巴，哇！这个呢，还是因为我之前讲 biu 嘛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手枪。它是一个手枪。
配手扣，蛮细腻一下，因为它的那个手铐上面的纹路都还蛮美。耶、yeah, ，接下来这个是我很喜欢的，曾经我 MM 苏六文想出这个首饰的，结果发现到别人家做了，哇，这个是，哇，这个太粗了吧，这是给你放在腰间的，很帅很帅很帅 ，cannot 啊，怎么 cannot 很美啊，现在流行啊这种，这个打人都可以的，如果外面女孩子可以买一条围套子，丢出去打应该打爆他了，我爸也是男啊。这是拉拉吧？我好像挑了很多女生网店的，为什么叫女生？你一定是买很多东西给女孩子。没有喂，我只买给你耶。我很喜欢那种啊，戴起来很多啊，那种rapper 啊，戴多多嘛。那种没有，我喜欢比较优秀。你什么脸？我优秀哎。我知道你想讲什么的，好看就来播嘛，不好看就唱歌嘛，我知道了。这个可以比现在的金链好看，所以我觉得男生如果真的要当欧巴的话呢，就可以买这样子银色，不要买太紧了。金色 OK 啊，其实我是买了。Okay, 好了，既然你给我这个是欧巴就算了。Yeah, baby。因为我很喜欢手链的，但是我不喜欢那个手链呢，太过单调啊。它这个真的不单调，对，它是一般一般的格子，所以它就很有层次，而且它是一条来的，但是它看起来像两条。Quality 不错 ，OK。这个很像有多嘞，不会多，这么会多，会耶。九，很多，优秀。我喜欢链。那我爸是哪啊？它不可以像那个铁链这样，那个脚车链这样，哦，拉拉这样啊，但它就太多了，我觉得就像去见父母，哎，就是。我不会穿这个去见家长，是不是？去见家长就不穿这些了，就穿双盘去。穿双安电力，哇，换了换了，我是招财童子，换了，哎呦，我换姐了，哎呦，你看看，哎，算了，哇，今天送大丰收哦。一条比一条粗的概念呢，你看，你粗啊！我很喜欢这个，看到吗？脚车链，这个脚车链还好啦，那个改成一整条就真的是太粗犷了。可以配这个脚车链，很粗鲁，很适合老婆用哦。哎呀，我就是买给他的，他今天超要买首饰，终于我就买给他了。这种是超好看的，就是你不用戴太多条，哇，那件好看了。那因为我的人是比较小只嘛。所以我就需要一些比较粗的链，让我整个人比较粗犷一点。如果你是手属于比较肥，或者本身是属于比较肥的话呢，就要像阿伯这样子啊，哈，手这样肥你就不会戴那种大哥，因为大人就很肿啊，好棒啊，绝对不会这个。这感觉我买多一条，这里当然是手铐把你拉走。然后这条是简约，这个我觉得 OK， 比起这个铁，这个脚车链，因为我知道他对这个一定会有意见的，所以我就这次买要简单一点的，因为这点店太没有，它这一个系列里面有八款还是六款给你选哦，哇，我真的是开心，我才每一款都按一个，但是out of budget，就因为它太粗了，所以你不适合穿遮到完的东西，最好就是多一点肉。下一个啊，这个或许你应该不会很喜欢。这个 OK 啊，这个又舒服多了咯。你喜欢啊？它这样尖尖，这样我很胖可。不会啊。哎呦，胖不是这个是吗？你看这个，哇！你真的吗？你懂我很喜欢首饰，是 G Dragon 启发我戴多少条了。我可真有事教坏人。这个，我不好意思啊。拉拉。这个差不多，也是接近拉拉。这个可以。欧巴啦。给你一个欧巴啦。好，剩下最后一包，这包我无法想象。一定搞偏多多对吧？哎呦，那个买金链还买金链哦。它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包，因为我很喜欢这一条，我超级无敌喜欢这一条。我很喜欢扣针的设计的，然后它跟一般的扣针不一样啊，是它在扣针里面加这个小小的吊嘴这样。哇，那我这边放一个六上去就 M&M 组了，你看几好啊？它就感觉比较有贵气，
你看小看，优秀味 ，I like it， 很便宜吧？这也是，看起来很贵，这个就很像那种精品店那种大牌子啊 ，LV 啊 ，Burberry 啊。其实我觉得可以挂在包包上面诶，就很好看啊。哦，也可以，对对对，女生的包包啊，对对对，像背这的话，其实扣着也会很好看。这个呢是平时好像我们穿那种 plain 的 T 恤啊，就非常适合戴这种小哥样子。然后它的链是比较幼的，这样就看起来整个人比较优秀优秀这样哦。欧巴是哪啦？欧巴。但是啊，有一个不好哦，这种链一分钱一分货了啊。这种呢就尽量就不要动到水啊，不要把链和链放在一起，它会脱色的，因为这是镀金啊，这种是。哎，好看，你看是小哥，我现在是小哥。嗯，这小哥的好看。当然，欧巴哦，欧巴。这小哥可以，欧巴。欧巴，铁罗另外一个我也是买了，也是也是神像来的。那很像我们的 一毛钱。像哦。到这个，也是看起来是两条来的。你像 Timberland 的那个。我是觉得很像 Timberland， 像 Timberland 像另外一个健康品牌啊，那个健康的，那种乌沙那那种。我真的喜欢那种戴起来看起来能戴很多很多串这样的，是这个我换色了。这个也适合女生戴。你是看起来很串吧？我没有看起来很串呢，我看起来很善良。好看，好看，这很适合女孩子。不过我觉得更加适合女孩子。是，更加适合女孩子。可能因为它那个竖的关系，比较适合女生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今天我所买的所有首饰了。其实感觉上好像没有很多，但是有很多，现在有十条嘛，十多条是吧？你有四只手吗？因为我想这个真的很好看，这个真的不适合我呢。没有不适合，蛮适合的。蛮适合的啊，就全部里面就剩哪一个？应该是 CC 的链吧。其实我觉得该这三条是蛮美的，它就是一个层次那个啊，它这个很还蛮有层次感的。但如果我觉得如果要很欧巴的话哦，其实欧巴就是那个幼幼啊。对，买这些幼幼的。这个是欧巴，这个欧巴，这个超级欧巴，这个。这个。就欧巴对。要看哪一种欧巴啦，好像啊，这样子圆圆的，我都觉得还挺适合的，因为现在欧巴真的很流行这样啊。或者是如果你要配搭，像啊讲的要两三条的话呢，你可以买几个幼幼的，那是空的，我再配这个这样子的一个shilling的话哦，就会很好看。这种其实这种圆的哦，我觉得大家都一定要买的，这是必买的款。对，必买一款。但是我觉得你今天买的这些东西哦，其实是看服装配搭就可以穿的。好像你要穿的比较 hip hop 的话呢，那种这样子的回形针啊就很适合啦。我觉得 hip hop 不太适合嘞， hip hop 哦， hip hop 好像比较适合这一些。不可以，这个太丑了，太粗了。hip hop 是走这些的哦，这种像 U 型的是 OPPA 的。hip hop。对，可以。那铁那个脚车链就不太可以。那 hip hop 这块这些都可以。我可以出去给他这条吗？嗯。可以啊，看你啊，嫌弃我嘞。Anyway， 我相信这边的首饰啦，我应该还蛮喜欢的。结果是买给他的。嗯，反正他整天偷我东西穿。But anyway， 拉火就要有自己的个人系列了，因为各位仙粉很想看拉火，所以我就自己开一个系列给他。So anyway，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分享、次看、八次看来下我一直播，也要记得我的 page follow 一下喽，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记得打小铃铛吧。戴眼镜哦，还有很多淘宝开箱啊！我现在在买这家居。我们接下来也会有一个哦，就是改造家里的这个真人计划，改造家里的这个计划。因为我的家买了这么久，都还没有时间去布置，因为太乱了。你看，都是太乱了。My God！ 如果还没有看过第一集的话，就是去找这边，我放这边。你看第一集。Anyway， 如果想要看我做更多的淘宝开箱，开什么买什么的话呢，你们就下面底下留言啊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开箱什么，你们想开我就给你们看啊，拜拜 ，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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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哇，那个我们半夜来那边拍影片开箱呢，biu biu。